Hello， 各位汽车世界的伙伴们，大家好。很高兴这一次能够跟大家介绍全新的奥迪 A6 Sedan 以及 A6 Avant， 还有 A7 Sportback 的全新上市。那紧接着，其实，在昨天这个 weekend R8 LMS Cup 完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同样在屏东大鹏湾这边，跟各位介绍这样子这么漂亮的车子。这一次在我们的 C 级剧的这两款车子的上市，在外观上面其实有很大的改变。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 LED 头灯呢，它是一个全新的设计。那 LED 头灯上面它是有两像 Y 型的双管的这样子的设计，并且结合了很多头灯的功能，都全部都在结合在这里面。那所以它其实也是全天候灯。那同时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盾形式水箱护罩，它是更宽更扁平，所以可以创造就是更多的横向线条，让我们的这个车子其实看起来更稳重更大气。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也是首次在保杆上面呢，其实它是一气呵成的同一个线条，所以距离地面最下面的线条，我们把整个进气口的部分全部都串联在一起，连同车侧一直到车尾。那在内装上面呢，我们奥迪在 C 级剧上面 A6 A7 已经在内装上面的质感已经非常的新进了。那只是这一次我们在做全新的改款的时候，我们在MMI 的这个操控界面上面更加了就是铝合金的装饰。在这一次我们的A6 A7 上面呢，我们有加装了 3G Plus MMI 导航硬体整合资讯系统，那这个有附中文的导航功能，甚至还有中文的声控功能。那我想这是首次在豪华车这样的级距当中，第一次有中文声控的功能。这一次奥迪 A6 跟 A7 的上市发表之我们同时也引进了全新的 RS 系列。这一次 RS6 Avant 以及 RS7 Sportback 上面呢，都是搭载的4.0 双涡轮增压引擎，能够爆发出560匹的马力，0到100加速只要3.9秒，非常的快速。那同时，当然他们这两台车子呢，也都是有承袭了我们 A6 A7 这一次改款的重点，在 LED 头灯上面也是有非常新的设计。所以希望如果喜欢更有性能的这个车主呢，他能够在网上进阶选择我们 RS model。这次全新奥迪 A6 以及 A7 Sportback 的售价呢，是 A6 Sedan 从238万起 ，A6 Avant 呢的售价则是从250万起 ，A7 Sportback 50 TFSI 的售价则是386万。那欢迎所有消费者，如果对我们的车子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欢迎到我们的展示间来看车。